来来来，弄吧，我的手不能弄脏，因为我太干净了。好好好，呀，啊，这个太重了。可以吗？走吧，这些一会儿再来背吧。好好好。哎呦，行，那咱们就先。啊啊这么一甩，直接把鞋给我甩出去了。现在鞋差不多有十斤左右。多少人呀？现在还有这么多兄弟姐妹看呢。走走，先回去啊，先回去。男人不背，对不对？要不我背吧，小伙。没事，我来背吧。这衣服都弄脏了，等下你衣服。可以，好吧，走。慢点啊！哎呀，这雨下的真的是不是时候。这大漂亮一过来，它就下雨了，真的。哎，网报我不背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给小果背？啊，对，为什么不给？应该是拿给这个背的，对。你看，为什么背？我那么好看。你为什么不背？我不能背，我是做老板，我是大美女，我是属于背这一种的吗？好好好好好，嗯，走吧。哎，走哪条路？来，这个你拿着，还有那个你的这个小雨伞我也不要了。来，你这什么雨伞呢？这大漂亮给我们送了个雨伞，走吧。哦，这里的还有几个呢，一会儿不下雨的时候再来捡。那下面都还有，还没捡完呢。对，哎呦，走走走。小伙子为什么不背，对不对？这小伙不让我背的嘛。小伙要不我来吧。没事，我来。这太脏了，你一会儿滑倒就不好了。这有一个土豆。哦，那我拉，要不要扶着你？不太，嘿嘿嘿，真的，我是想的，就一会儿，等雨小的时候再来背的。哎呀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看这鞋，泥，好好好，哎呀，来，哇塞，这大片的一来就下雨，它不下雨就好了。好多了，那这个呢？这个一会儿再来捡吧，一会儿再来捡，用这个麻袋捡。你看，就这么小，哎，不行，今年这个土豆，哎呀，快点！都怪你，不是你的，把我先叫过来的话，这不是你自己自愿过来的吗？怪你，弄得我现在都脚都脏死了。好好好，脚都脏死了，这不是你自己来的吗？你自愿来的，他把你勾引到这里来的。什么勾引我？你好好讲话啊！你明明说你要那地里面干活，你要想着是勾引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！陪我的，结果你就走吧，哥哥，你慢一点，这有。好好好，对着我啊，对前面不清新了。慢一点，走，小心点。弄得我的裙子给脏了，我现在。吼吼吼吼，活该！好该，给你们看一下大漂亮的裙子啊。他干活怎么可以这么干呢，对不对？他干活地里面穿个裙子过来，你这不是自找的吗？咦，自找的，走。哎呀，哇塞，这小果你今天去干活的时候就没看天气预报吗？没有啊。是吗？那小心点。我都不会看，只是今天是阴天。是吧？应该看一下天气预报的，然后再来干的。哎呦，走走走。弄得你看我裙子都脏了。弄得你看你的裙子也脏了。你为什么要学我说话？哎呀，废了。怎么可以学我说话呢？什么学你说话呀？你说话阴阳怪气的。哦，我也搞一下，去下面搞吧。哎，烦死了！干啥不行，吃啥不剩，这就是大漂亮啊！我快要烦死了。这他一过来，把这个我那么好看的裙子都已经脏了。你什么？我好看的裙子都已经脏了。好看的裙子？嗯。那你下个地，你穿个裙子来地里面干嘛嘛？你这不就是你自己的错吗？对不对？哎呀。
看一下我的发型啊，不行了，这发型得换一下才行了。等等啊，先洗个手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先别慌啊，因为突发状况下雨了以后就把这个发型都给我整坏了。哎，下大雨还是挺凉快的，凉快凉快。哦，这鞋都是好好好，不我先把脚擦一下吧，不然这走在哪里它都是那个脚上脏脏的。哦，这不是大漂亮吗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大漂亮，大漂亮，哎呦，大漂亮，哎呦，大漂亮，大漂亮，好好好，大漂亮，你吃饭没有？大漂亮，这大漂亮没吃饭呢，这大漂亮，哎呦，这大漂亮，偶像，你在叫我吗？啊，我啊，偶像，你在叫我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，你回去吧。那我在叫，我在里面的时候，我在听到你大漂亮，大漂亮，你在叫我。哦，我在叫你。嗯。啊，对，我刚刚在叫你呢，对。我以为他，我刚刚见到一个人，嗯，跟你长得很像。我不是在里面吗？但是有一个长得跟你很像。哪里？黑黑的。哪里？黑黑的。没有啊，只有这下次只有啃芒果我们三个人啊。这小雨伞，好好好，大漂亮。那一会儿再给你喂饭啊，一会儿让小狗啊，怎么了？走，那我们这大漂亮是猪，你为什么要叫他大漂亮？我以为你在叫我，我还在里面跑出来。这他不就是大漂亮吗？他还生了几个崽儿，你看那小崽崽，小漂亮，大漂亮，大漂亮，来你来告诉我那几只猪叫什么名字？那小小的那几只，来告诉我嘛。你为什么要叫猪大漂亮？哦，好好好，你指我先那个猪喽。那我不叫他大漂亮了，那我就叫他叫大漂亮老公，大漂亮老公，大漂亮老公，哎，你看他回应我了，你看我说是，哎，大漂亮，你是大漂亮老公吗？哎，他点头了，他说是，哎，他说是，他点头了，好好好好好，那我不叫你名字了吧，对不对？这一下合理了吧？嗯，好好好，来再洗个手。啊，我也洗一下。洗一下吗？哦，洗一下，对对对，洗一下。没手机，我拿水里面洗手吧。嗯。来，你拿着啊，不要骂人家粉丝啊。嗯。笑死，烦死了，一直在骂我，我信不信我揍死你们。我的偶像嘞？哎，我的偶像不见了，怎么转？转镜头？转镜头吗？我要让他们看我的最美的一面，哈哈！我这么好看，我偶像是什么意思？要叫那个猪叫大漂亮？你才是丑八怪！你才是丑八怪，你是丑八怪，丑八怪，你才是丑，我是最漂亮的，我是我们这里的村花，世界上我是第一美女，而你们呢，丑不拉几的，那个眼睛像个哈拉蛤蟆一样的那种。我叫你不要骂粉丝了，好不好？我在骂我的那些，没有骂我的那些，我会很爱他们的，谁骂我就骂谁。真的是，你骂得过来吗？我骂得过来呀，都没有人喜欢我的吗？我那么好看，对你们没有骂我，没有骂我的，我也不骂你们。就是那个骂我丑八怪什么，我是猪那些，我就骂他们，他们才是猪，他们才是丑八怪，所以才这样说我。哼，这不下雨了吗？讨厌。好。我的普通发就是这个样子，我能怎么办吗？我能怎么弄？这是我的普通发。你是猪，你是癞蛤蟆，你是丑八怪，你是超级超级无敌的丑八怪，你是猪八戒。嗯，怎么骂的？
你贼大猪八戒傻逼。哎，你不能乱讲，你不能乱讲好不好，不能讲这么肮脏的话好不好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粉丝都说什么呀。那字都流进去，谁骂我就骂谁。我是小仙女，你们要叫我小仙女，世界上我是最美的，你才是猪八戒，你是猪，你是猪八戒，你干脆说彝族话了。对，我等一下生气的话，我等一下飙出来我的那个彝族话。我也喜欢你，你是猪八戒，猪八戒，我是小仙女，要叫我小仙女。你看我长得又那么好看，对不对？眼睛那么大，卡，我的眼睛就是卡姿兰大眼睛那一种。能找到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漂亮的那个大漂亮，你知道吧？你看我的眼睛独一无二的，然后我的嘴巴是嘟嘟嘴，根本都不用去那个做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改正。你看这个，他眼睛又小，嘴巴又小，都没有我好看。小心你们，谢谢。你是猪八戒，你就打你猪八戒，猪八戒，你们全都是猪八戒，骂我的那些你们全都是猪八戒，哼！好好好，给我了，你看，有原违规了吧？好。我们捡一点土豆拿去煮着吃吧。烧着吃吧，来直播间啊，全屏的直播间，打一波正能量啊，打一波正能量，对。打一波正能量，我们现在到家里面了，一会儿不下雨的时候再去拿那些土豆。啊，你选一些，你选一些小的，就是烧着好吃的一些土豆。就烧着吃是吧？嗯，对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，等我把这个也放下来吧。哎呀，这个刚才我飞过来的。要大小分离，分对不对？对，大的分这边，小的分那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截一点收来吃咯。嗯，好。就让奶奶帮我们烧好了，烧好了我们再吃。好的。阴魂不散又来了。嗯。这大漂亮又来了，这我觉得你去干活吧，大漂亮。哦，不是，你去睡觉吧。直播间打一波正能量啊！还没点赞的，继续的再点赞一下。现在目前点赞的话是只到了这个120,000，现在还有7000多个宝宝看了，对。所以的话，还没点赞的，继续的再点点赞，行不行？把这个大片的脑瓜们给我点破了就行，就往他的头点，点点点点点。我刚刚被你们气的，然后我就说了很多那些猪八戒，猪八戒。然后那个抖音大的他说你我要文明说话，所以我就不骂你们了。我也不敢骂你们了。你们也不要骂我了。你们也不要骂我了，我也不骂你们了。但是你的行为让我都坐不住的嘛，主要是。是吗？是呀。你的行为习惯，你看小果的话，他好好，你看你这裙子，你他穿个裙子去地里面干活，这不行的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我衣服都脏了，然后现在那个裤子全都脏了，我都不敢。不用这么多，不用这么多，小果，不用这么多，不用这么多。脏了，没事。不用这么多，不用这么多，吃不完。吃不完就喂猪吧。好好好。他好像他把你当成猪喂了，他给你弄那么多。那先把这个放到外面，哎呀。他把你当成猪喂了。是吗？啊。没事儿，我愿意当小狗的猪。哇，好像他为了小果当猪，他太过分了。你们坐着吧，我把这个拿去奶奶给我们烧。我去吧。好，拿去吧。你拿给我奶奶啊。好好好。那么多，我把这个分一下。根本就吃不完。你把我熬现发成猪了啊！这是我们。刚才我那个土豆下雨了，然后这都是湿的。你跟我说，你刚刚是怎么把我的？我先勾一过去的。他明明说要过来看我的，为什么他要跟你一起去在土豆地里面挖土豆？你自己睡觉睡得跟个死猪一样的，我喊你喊都喊不动。那你不能叫醒我吗？
啊，你说姐姐偶像来了，你不会不能跟我说吗？啊，诺诺，我一直在找我偶像，结果我偶像被你勾引到那个土豆里面挖土豆。你看诺诺，他现在身上全都是脏的，然后全都是湿的，他要穿什么？你又说坏话？没有，把我气死了，偶像。哎呦，被全湿了耶。对，还有，这怎么办？没事。那你会先换个衣服吧。不冷啊，好不好？不冷。你害怕一会儿感冒了？来擦一下，擦一下。偶像，我的也要擦一下。你的算了，你的我害怕这个粉我把它粉给擦下来。然后我又生气了是吗？我不会。你这一擦的话，那全都是掉粉了吗？那掉粉的话，你不行了吗？你要骂我骂人的嘛，是不是？你拿你这张脸，你拿你的粉相依为命，所以不能乱擦了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只公鸡也叫得很，小伙不行的话，一会儿就把这个公鸡炖了吧。可以可以。刚好就可以，我想吃鸡肉。我前几个叫他炖，他不炖。啊，家里面好像只有这只公鸡了，四只母鸡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公鸡不能炖，这公鸡不能炖。小虎，你换一下衣服吧，这全部湿完了，你看。还好就是被湿了。被湿也不行，你去换个衣服吧。直播间进来的哥哥姐姐们，还没点赞的，继续的再点点赞啊，继续的点点赞。然后还没点关注的，继续的点点关注，谢谢啊。这土豆。哎呀，挖了一下午，但是还有很多没有背下来，还有很多在那山上面呢，还有很多没去拿呢，因为下雨了，刚刚下暴雨了，后面还有吗？对。主播，能不能让大片亮走开，对不对？这我说不动他的嘛，这毕竟是大片亮的家，所以。我为什么走开？我住在我家里面，我不是很正常吗？啊，你在你家里面，你走开看一下，给我看一下。我住的是我家。大片亮，你吃饭没有？没有，没有的话你去吃饭吧，那就。不要，我要跟你们一起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吃，你们就什么时候吃。我们不吃了，我们刚刚吃了的。什么时候吃？我刚刚从县城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带了点好吃的给小果吃了，结果被我们俩吃完了。对，我想要把它吃完。怎么为什么要把它吃完啊？那不吃完了留给你吗？为什么要把它吃完？哎，你不要动手，你不要动手啊！我在这地方，你还敢对小果动手啊？她是我妹妹，我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好像。不用擦。你擦我的。你好，那选呀，把这些土豆选了，然后。这有点湿，就这样放这里就好了。这样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哦。它自己干吧。好。小伙卖土豆吗？对不对？土豆不卖啊，土豆不卖。可以卖，来，送你们吃。土豆的话都那个了，土豆，你们不。